9月27日，蔡依林在微博晒出一张自拍，并配文：“狮子王跟长辈们说声早安，燥起来，内心的表情包在衣服上。”照片中，蔡依林一头长发蓬松散乱，一脸呆萌，气色佳。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表示：“发自拍值得奖励，狮子王你好呀，麻烦这位小辈给我端杯茶，我们的世界又被你美醒了，早安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